王四海兄弟是吧？你是？你老乡没告诉你啊？叫我陈哥就行。啊，坐。陈哥，我老乡说你找我有事儿啊。啊，先不说我的事儿。我听说弟妹得了重病啊，四海兄弟这两年照顾弟妹不容易吧？一周做两次透析，虽然治不了肝儿，但能保住命。陈哥，你这是干啥？你拿回去。不是白给你的。哥哥想请你帮个忙，事成之后，我会再给你50万，全当给弟妹看病了。就这些了？就这些。能找的，我都找了。那个竹筒一样的注射器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不是，他们给我的时候就那样。我当时也还在纳闷儿，我在医院干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有些药品用特殊的容器存放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可是用竹子来做存放容器的，我是头一次见。王思怀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进去了，你老婆怎么办？做了，我老婆有可能死；不做，我老婆必死。我能怎么办？王四海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委屈啊？你老婆的命是命，对吧？那个女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啊！为了保住你老婆，就可以杀死那个女孩，是不是？什么道理？你觉得你自己说得通吗？我告诉你，在你面前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我的同事，他的母亲也是尿毒症晚期，也要做透析。怎么着，让他去偷去抢啊？让他为了50万去杀人？不要觉得你自己很委屈，你做错了事情，作为我们警察就要抓你。王四海，犯罪就是犯罪。今天先到这吧。阿林，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能不能？能，一定能。对，这入堂是对的，对的。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，但真正违法乱纪的有几个？他说的什么话？什么被逼得走投无路？啊，要我看。这就是犯罪分子在道德层面给自己找的一块遮羞布。没错。马林，那么多年了，我们见了那么多事情，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是真的值得同情的，没有一个。我同意，气死我了，我当时说的对。
尚，金链子插怎么样了？别提了。这几天我跟我那些哥哥们，就差把干都都翻个底朝天了。这货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哎，你说这帮人能躲哪呢？哎，李克呢？这不来了吗？干嘛呢，李克？峰哥，啊，这些是什么呀？网址，熊队下的任务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大海捞针呢。网址不长这样吧？这跟咱普通意义上的网址不同，得经过特殊的方式才能访问。哎，别弄，弄挂了，看一下。小姨姐，小姨姐，一大早的怎么了？网址，你看看。东哥，你这个帮我们试一下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线索，无论如何。不对啊。没事的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咱们干的就是这个活，在茫茫大海寻找线索，这种情况再正常不过了。哎，李克，李克，过来！你们看，这是一个带跳转机制的网站。我，东哥。你往下，你看看，你们什么情况？我来弄，我来弄，别着急啊！你看，现在不干活了啊！秋菊，你还记得东郊养殖场那个小纸条吗？李克研究好几天，终于知道它是什么了。秋菊，还是东哥厉害。嗨，我没帮熊志找到线索，却帮你们误打误撞找到，也算没白忙啊！什么情况啊？熊志，你看，李克找的这个纸条其实是个网站，是一个需要进入暗网才能登录的网站。网站？什么网站？你看这儿。缅川之光，这是什么网站？从表面上看，是一个出售木材的网站。毒贩他能买木材，这就是个壳。这里边还藏着一个数据库。但是需要密码才能登录。能破解吗？这跟咱们普通的网站不一样，没办法破解。找网监呢？这在互联网当中就是个法外之地，网监也监控不到。你再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。好。停。前面一张，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张，董哥。好。这人我见过。啊？他手上的纹身纹得像皮皮虾一样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在哪儿见过的人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合作伙伴，在缅川做木材生意的，你叫谭叔就行了。谭叔，这就是马总的公子，马烈。娘，在我们家门口。你们家门口？对。什么时候？就那天晚上，东哥叫我过来指认王四海。我从家门出来，他进我们家门，他好像是我爸一什么朋友。他叫什么？不，他是我爸的朋友的朋友，是过来跟他谈个生意。啊，不，等一下，我有点乱。我爸是正经生意人。我问你他叫什么？姓谭。这么巧吗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个重要线索。就像李克说的，一个毒窝里怎么会有人去买木材呢？而且一个网站的入口搞得这么严密，里面肯定有猫腻。马烈，嗯，是让你们家老爷子过来一趟，还是我派人过去？我全力配合，我相信我爸是清白的。行，小姨，那个李克，一会儿你们到马烈家去一趟，摸摸这个人的底。
问话的时候注意态度啊，这个不是寻衅犯人。好，明白。雷，要不要我先给老爷子打个电话，打声招呼？麻烦了，兄弟。行，那我打电话去。你们现在可以出发。没事儿啊，应该没事吧？把你吵醒了啊？不是，嗯，我这几天除了吃就是睡，睡不成。你现在的任务呢，就是多吃多睡，把身体养好，太虚了。这都快养成小鹿崽子了，你看我是不是胖了呀？胖点好看。再说你不一向都是吃好喝好才减肥的吗？也对啊。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？那就对了，多吃多睡。杨妈，我想我爸了。你爸，他挺好的，说不定你还没出院，他就放出来了。对了，你熊叔给我打电话说，怕你的凶手查到了。真的呀？嗯，谈好。是谁呀？这么丧心病狂？对我这个超级无敌可爱的美少女下毒手。不过，我感觉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，都是冲着我爸去的。杨妈，你说我爸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惊天大秘密？这个呢，你就得亲自问他了。不过不巧，他现在脑子不好，都记不得了。嗯 ，One Piece。One 什么 ？One Piece 呀，就是世界上最后的宝藏，一个令世人为之癫狂的宝藏，就是我爸的秘密。One Piece， 嗯，什么意思？这你都不懂，杨妈，你真应该了解一些年轻人的话题，不然你以后怎么跟你这个可爱懂事的宝贝闺女聊天呀？总不能一直找马烈吧？行，我老了，你是年轻人是吧？以后换你养我。没问题，我养你嘛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样我就没时间玩了呀。啊，真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。你才反应过来呀，傻丫头。哎，对，刚才说玛丽，玛丽这两天怎么没来啊？不爱搭理她，闹别扭了，肯定是你的问题。人家玛丽对你多好啊，一直顺着你，你说什么是什么。怎么就是我的错了呢？我爸的事情，我正生气呢。他呛着火给我讲一堆大道理，他不就一钢铁直男，他这不找骂吗？那你是不知道你爸年轻时候什么样，驴什么样他就什么样，跟驴一样倔。我爸之前的样，你跟我讲讲呗，让我也开心开心。想听啊？想听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厚道呀？你也挺不厚道的。火怎么了？我没水了，我去叫护士。
这两天老在琢磨个事儿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没有。干警官，没错吧？哟，您也犯罪了？你说，他是警察，是冲着我来的吧？我刚进来的时候，我咬紧了牙没把外面的弟兄招出来，合着你是在这等着我呢？去，你那点破事算个啥？哎，我说你是冲我来的吧？就我后面那些买家，随便逮一两个，都能立大呀。动了，都往后退，你把这柴火弄死谁？弄死你！来人啊！打架了，出人命了！快来人呐，出人命了！我们撤去，外面谁放火了？输给了，完了！东西，快点！咋回事呀？下去！就弄死你！我弄死你！来人！来，总长，是你有事，弄死！胆子肥呀、啊！你要弄死哪一锅啊？啊！放开他！来，弄我！啊，来这里，来噻，上噻！要不是你来，非弄死他。是，有他所长，给你面子。把我面子？那我不能把你面子呢，伙计。来人呐，铐起来！关起门锁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铐什么？铐什么铐？烦了，停了，看你们事。有这么疼吗？啊！看你这个片子，应该没什么事儿啊，就是蹭蹭。哦，我说这么疼呢，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。要不大夫，你让我住个院吧。我觉得你这不是病，给你开点外用药，回去服一服，抹一抹就好了。哎，大夫，不瞒您说，我都久病成医了。现在情况是这样，从这儿到这儿，哦对了，西医叫什么我不知道，中医啊叫膀胱经。现在骨刺压迫了这个膀胱经，钻心的疼啊。我担心什么呢？现在不治，将来时间长了，从这儿然后到这儿，我这左腿要是再废了，我可就瘫了。行，那就给你办住院手续。好嘞。哎，那个黄女儿，出门左手边交给处。哦，好嘞，谢谢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能不来吗？接到消息，我和老熊一直往这赶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下手果断，目标明确，就是冲着我来的。手太快了，没反应过来。不过他已经关禁闭了。小娜怎么样？目前恢复得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把我妈喊过来照顾她，估计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。我还是比较担心你。老熊和台局正在协调，争取早点把你放出去。他人呢？找老姚算账去了，怎么也得给个单间啊！死不了。那也不行，这不都出事儿了？我说老姚啊，老姚，
干天雷有多么重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？什么叫我怎么能出这种事儿的呀？啊，要不是摄像头，又不是360度无死角。我跟你讲啊，老熊啊，你就是把我丢到那个监仓里面去，啊？我有一个打盹呢，睡觉的时候吧，你晓不晓得？你是不是摄像头？可你手底下那帮兄弟也不是吃白饭的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干天雷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就等着挨处分吧。什么拿优秀品先进，你想都别想。你讲的这叫人话吗？你想一想啊，这个事情你交代给我，叮嘱过我之后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哪一件事情不是我亲力亲为啊？啊，我扑在第一线呢。摸摸你的良心，摸摸你的良心，你有良心吗？现在跟我这么讲，真是伤心啊。你看当真了，你真是跟你开玩笑你也看不出来吗？哎，我刚才也是着急，你知道吧，这个台局发下来的活儿我也不想出问题，是不是？刚才是真着急了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别生气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呢也是倒霉，还跟你讲，你不要动不动就要拿台局来压我，晓不晓得？我心里有数。不能够，不能够，咱们哥俩那么多年了，怎么能这种拿上级压人的事儿，我绝对不会干啊！哎，这小子现在怎么处理啊？这个小子胆子很肥呀，敢跟我翻相啊！我估计一时半会他肯定是放不出来。行。想办法撬开他的嘴，搞清楚到底是谁指使他干的。这个人他应该是个老油条，是个滚刀肉，他是个破罐子，他会破摔噻。没问题，他再破罐子破摔，摔成渣了，在你老姚手上不照样妙手回春，拼了跟新的一模一样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态度转变得很快呀，老熊啊，刚才你跟我说话不是这个嘴脸呐。回头请你喝酒啊。哎呀，晓得，我尽量吧。够意思。哎，阿姨，太辛苦了。请喝水。阿姨，谢谢，不用客气。走。阿姨啊，我们呢就是来跟叔叔问点情况。我们跟玛丽都是很好的同事，您不用有顾虑。啊，那个你们熊志队长啊，今天给我们打过电话了。说你们要过来问一下情况，没说什么事儿，说是玛丽要避嫌，这不，我跟他爸爸哪儿都没去，光等你们了。你就别絮叨了，我又没做亏心事儿，人警察不是说了吗？正常询问情况。是，哎，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啊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一定说。配合警察工作是我们的义务嘛，再说我们也是警署啊。更要配合，对不对？那叔叔，我就直接问了啊。那个，听玛丽说，前段时间有个缅川人到您家拜访过您，您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是我生意上的一个伙伴引荐的，说是在缅川做木材生意，姓谭。因为我对木材生意不感兴趣，所以之前呢就没怎么关注这个人。那通过你们的谈话，您大概对这个姓谭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呢？老方说，就是我那个生意伙伴，他说这个姓谭的是他在云南的时候做生意认识的，好像他还帮过他的忙啊。当然，具体他们俩什么关系我也没多问。他们这次来找我呢，是主要让我给他们运货，啊，我以前呢是做边境贸易的，在运输上有点资源。我估计他们就是从这个来找我的。哦，那叔叔，您知不知道他们要运些什么呀？他们是木材商，那肯定是运木头的呗。啊，是。您答应他了吗？没有。虽说是老方带来的人，但是我对这个人不知根不知底，而且我总觉得他这个人吧，挺邪性。据他说，是因为之前的运输途径出了点问题。有一批货运不出去，所以过来找我。哎，看起来挺迫切的。可是按理说，运个木材而已，也不至于找不到运输的途径吧？我摸不透这个人，我也肯定不会答应。哎，
运输这行啊，最忌讳跟陌生人做生意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运的是什么。再加上我的儿子还是警察，现在啊，这运输行业我根本就不碰。哎，那个人真的有问题啊？嗯，现在暂时还不清楚，不过非常感谢叔叔阿姨的配合。好，配合警察工作，这我们应该做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家马烈在你们队里表现还行吧？这时候你问这个，你让孩子们怎么回呀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叔叔，快进来。你来了。胖了。都怪这医院伙食太好了，我天天躺着都不运动。你真的来了。我这不老毛病犯了吗？骨科在楼下呢。哦。哎呀，你看看，糊涂了，走错门了。没事吧？没事了。我走了。除非必要，车厘子从不露面，也习惯了只用黑话和小暖联络。但事态的失控让他感到，只有靠近核心才能掌握局面。头一回这么期待住院。你跑着跟我演法官来了？你跟老板说，赶紧把我弄出去，这钱我不挣了，忒烫手，你们另请高明吧。啊，关于这一点，这个放心啊，我作为一名律师呢，我一定会证明您的清白的。压根儿没影的事儿，你证明个啥呀？哎，你知不知道里面有个老头，看着挺斯文的，心可黑了。听说他老婆都是他给煮了，干天雷差点被这个黎叔给勒死，还好我反应迅速，把狱警给喊来了。黄哥，老板让你再坚持两天，他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才姓黄呢，姓洪，洪。啊，哈哈，啊，洪，姓洪。这半死不活的熊样，昨晚上干嘛去了？老舅，干都太好玩了。小四，要是老舅说你啊，你最好安稳点。现在不光警察盯着咱们，凯撒那边的人也在盯着呢。来了。你干嘛去？老舅，就这熊样的，我一个人能打十个。你想听什么？微信告诉我。你给我老实点，看他在哪。跟上。
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下棋和做事一样，选择好方向，就得坚定不移地走下去，不能犹豫不决，拖泥带水。大叔，你这招可不像是在老年活动中心学的呀，招招见血，成匹夫之勇。可这力气有点重啊。力气重了有什么不好？棋没有好坏，只有胜负。布了这么久的局，我要赢，我不能输，你懂吗？好棋呀、啊！哎呀，这大势已去，你离输不远喽。暗箭伤人是吧？哎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嗯，说是越是好看的女孩啊，越容易骗人。柴叔叔你，我发现你这人特别有意思。自己找我来下棋，你输了还要来说我，你个臭棋篓子！别太骄傲了，棋还没下完呢，谁输谁赢不一定呢。这还留了一手啊！哎，小福护士，嗯。你看见小暖了吗？刚刚还在大厅溜达，说是想透透气，怎么还没回去吗？哪有人呐？这孩子、啊、太不让人省心了。他妈妈一再跟我说别让他乱跑，你看一不留神人就没了。天天在病房里多无聊啊，出去溜达溜达也好。啊，你说的是那边那个大厅吗？嗯，是。这孩子、啊、他就是欺软怕硬，净欺负我这个老太太了啊！走了。比妈妈更可怕的是妈妈的妈妈。怎么样，姜还是老的辣吧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是我输行了吧？回来！生气了？我这要玩得起放得下，我敢玩就敢输。你是不是早想到这一步了？你现在是太年轻了，没有耐心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按照刚开始既定的棋路，我不一定会赢。你说你半道非得来围我，耽误时间，还容易有风险。可是，我之前把你围得死死的了呀，这局势几乎是必输了呀。你用一条大龙做赌注，万一要是输了呢？你看到要赢的棋，未必真的能赢；你看到仿佛要输的棋，也未必一定会输。局势在不停的变化。我这么跟你讲，到目前为止，发生的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听到没有？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骄傲使人落后，谦虚使人进步嘛。况且，你这样也赢了。真是这样，不怪他啊，都怪我，我让他来下棋。都怪这老头，他非拉着我来下棋，不然我早回去了。怎么那么没礼貌啊？说啥呢？我很痛的，奶奶。不是你妈给惯的，这是真的不怪我呀。我就出来溜达溜达，我看到这个老爷爷他在这儿摆棋，他非说来来来陪我下盘棋吧，那我拒绝行吗？我不能拒绝。
是你喊他的啊？是，我就觉着吧，你看现在孩子们那功课太辛苦了，啊，难得有这个机会，我就让他玩玩。哎呦，那齐下的，叮咣咣。对嘛，人家还夸我来呢。夸啥呀？我打你那么多电话，干嘛不接？哦，还打电话呀？你看看电话那儿呢。你看看啊，打了多少个电话？不是，我开静音了，我就怕影响人家补休。没听着，没听着，没听着，真没听着。行了。棋也下了，气儿也透了，走吧。啊，对，回吧，回吧，回吧。啊，走了啊。好，石太太，打扫了，打扰了。没事，没事，走。哎呀，走了。我恭候啊，我恭候。别。哎，兄弟，累吗？啊，大哥。老舅，我这脚踢得准。哎，这个好，我看看这个好。哎呀，老舅，你又虚了，你到底行不行？拍300多遍了吧？这孩子怎么说你老舅呢？我哪虚了？男人不能说不行。我再给你次机会，好不好？钱的保险柜。保险柜就在书桌底下，密码是6462677，别打了。哎，打理师，哎，你看我像贼吗？我差钱吗？不是，大哥，你们不要钱，你们要什么呀？我就只有钱。老舅，你饶了我吧，啊，大哥！我要消息。什么消息？雇人去看守所里保护干天雷的人是谁呀？上尚先生。我们万州人的骄傲，万州社会的副会长。电话，1139-1390。哎呀！家就住在滨江路38号。哎，问完了，那还打吗，老舅？啊！打，为了上一上先生。大哥，你别！哎，律师，你呀，太不仗义。刚才呢，我打你的都打完了，但我还要替我老舅啊，再打你一会儿。我知道，我都说了，我不要打，我真的不能打。是不是？说什么来着？老方，原名方志军，根据对马雷父亲的问询，我们确定他就是谭家所找的前客。这么说的话，找到老方就可以调出谭家的人了？应该是这样。老方的生意都在滇缅一带，谭家又在赣都人生地不熟，这半年来被我们连续打击过很多次，已经十分谨慎。按理说他们这一次应该找一个正规渠道，相对于来说保险一些，但是他们还是找了老方，这就说明了他们二人的关系不一般。那老方现在在香港，要不要到那边协调抓人？不行，现在我们是一静不移动，这个方志军是个关键人物，动静太大肯定会打草惊蛇。小磊，方志军这边还是由你带队指挥，密切关注，一旦他回来了，马上寻求马丽父亲的帮助，争取把他约出来，调出到这上线。好，明白。没问题吧？在赣都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，说明他在谭家肯定是核心人物之一。咱们就拿他开刀，杀一儆百。